我爸妈本身就是做有机农业的。我们来到南澳以后，发现这边人口外流，农民都老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耕种，导致很大一部分的良田都闲置。再加上南澳这边的环境非常适合种有机农业，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地形，三面环山，一面面海，没有任何工厂，不会有任何工业污染。我们现在目前导入了生长监测，建立黄豆生长模型 GPS 的辅助驾驶应用，会用无人机来巡田，然后包括区块链履历可以增加市场竞争力，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整个生产过程。科技导入农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降低我们的人力，降低我们的风险，增加我们的利润。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有食用非常多的豆制品，以黄豆而言，几乎九成以上都是采用进口的。我们花莲五共农希望国人有多一个选择，是国产的豆子。我们跟农改厂配合引进机械除草的部分，无人机它也能够喷洒易肥以及有机植材，省力省水，减少碳足迹。我身边的是土壤的温度感测器，在田埂上的会有微气候的感知，像是风量、风速、雨量。区块链资讯上不可篡改的特性，及时的田间记录、作业的上传，累积数据之后呢，农夫可以知道需要加强哪一个部分，栽种的东西的品质能够提升。灌井农法在一线农友生产的这个过程喷药的时候，往往都会接触到这个比较严重的危险，所以后来有采用就是自然农法的方式去做栽种。跟客人在做有机文旦柚介绍的时候，往往会有些质疑，透过区块链把我们这一系列的生产放在区块链上面，整个生产流程都看得到，可以对产品有一些信心。因为人口不足，以后可能会遇到务农的断层，科技导入之后，劳动力它可以大幅的下降，时间可以运用在果品的品质上面，品质大大提升。在60年前左右，外公开始种茶，我们家的茶园呢，一开始是灌型。区块链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所以我们导入区块链溯源履历，打开国际的市场。像什么时候应该要矮化茶园、除草、施肥、制茶的过程，我也是会把它记录下来。利用这个区块链的溯源的平台呢，其实我就是在做一个有序跟传承。我们这边是太原幽谷，群山环绕，全台湾第三大盆地，春夏秋冬湿气非常饱满，所以我们这边的米种出来的特别好吃。能够把土地的资讯啊、湿度啊、雨量，然后温度是多少，这些资料呢都能够精细的分析记录下来。那我们会依据我们往年的数据去看，说我们这次种植的过程当中哪里有出问题，让我们的品质可以稳定，那能够做出非常好的品质。近几年永续的生态的一个经营的理念，所以我们开始转型，从种植沉香的树苗，然后到它结香，到萃油，到产品的销售，一条龙的生产。市面上面售的沉香很多都是假货，因此我致力于就是把好的沉香生产出来。
导入区块链的模式，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知道说它的产品的来源是在哪里，怎么生产的。高经济的作物可以带动就是地方的经济，希望更多的地方的农民可以投入我们的生产。沉香树它是大叶的，它的水土保持的功效也非常的好，可以维持生态平衡。我的姜黄田很原始啦，姜黄树这它草的问题很大，做有机的话一定要人工除草，完全无毒，一做才知道说哇真的很辛苦。本身就是品管工程师，我就照一样的 SOP 管理我的姜黄，自己去外面找有机店、贩售部、超市，全省跑了应该有几百家了啦。我跑过新加坡，跑过香港，他们都很肯定我们的产品。我打出了我个人品牌郁金女王。奥地利生产溯源，让我的品牌曝光率更高，客人也很肯定啦。种植的是我们台农一号的百香果，选择台农一号百香果是因为它酸甜美味，香气足够。家人喜欢吃百香果，为了家人身体健康着想，消费者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农产品，所以才会种植有机百香果。今年刚加入这个有机的转型期，稽查员来看到这个奥丁丁区块链的履历之后，觉得你们的系统很清楚地呈现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很棒。农委会这几年很重视智慧农业，希望说运用一些新的科技来帮助农民。区块链它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资讯，那我们可以在不同农友之间气候的差异，还是它耕作的差异，那这个部分可以作为品质改进的一个参考。资深的这些农民，他能够用的话，田间所关注到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写在这个区块链里面，新手的农民就可以截取到一些前辈的智慧。农友有回馈，觉得有这个区块链的辅助的话，他觉得就是更能够跟消费者分享田里面的见闻，可以拉近跟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希望未来我们就是可以把区块链生产履历的产品多跟奥地利自己结合。奥地利区块链生产履历它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可以帮助业者们在拓展国际销售上会更加的快速，拓展得更好。